今天的世界浮躁不安，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人们束手无策，痛苦迷茫。国有一难可问谁，天下兴亡何处去。无尽的感恩一代高僧大德，世界宗教界的领袖，亿万大众敬仰的上净下空老法师，接受大众恳求，以88岁高龄在香港接受专访，为天下苦难苍生慈悲开示，指点迷津。请教您老一些重大的国内国际的问题，这些新闻大家都特别关注，惩治贪官，那么这之后该怎么办？有教育的时候，罪犯他服了啊，还有罪业还没有被调查出来，他自己发落了。以究竟圆满的智慧观察世间种种乱象，扶正摧邪。新闻报道官员自杀的非常多，所以现在有一个流行语叫官不聊生，不是民不聊生。建一个群书之要广播电台，让这些老师24小时不断在上面讲啊，每一个科有一个频道，你想听哪个啊，哪个频道去听？65个频道啊，对，是啊，制药电视台能治全世界呀。以佛陀救世的慈悲，使大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欢迎收看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开播的特别节目《阿弥陀佛在人间》，佛所行处弥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阿弥陀佛在人间。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灾祸，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如是因才有如是果，丝毫不差。人间祸与福，应作如是观。欢迎收看《如是观》，阿弥陀佛。尊敬的师父老人家，我们非常感恩您老人家，在这么辛劳的情况下，能够慈悲为天下大众解疑释惑，能够帮我们看清很多的乱象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相信不管是不是学佛的人，大家都是非常感恩您老。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仅代表观众啊，向您老人家顶礼感恩。谢谢大家，感恩师父。一问心就好，一问心就好，请坐啊，请坐。师父，在这个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教您老一些重大的国内国际的问题，这些新闻大家都特别关注。头一个呢，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惩治腐败的这个决心呢非常坚定，惩治贪官，在全世界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要帮助国家领导人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他们都是从制度上啊在着手，防范这个腐败。我们前不久听说连香港的廉政公署啊都出来贪官了，都出来腐败了。那么他们这种方法和您老所讲的这种真正的原因好像对不上啊。对不上，换句话说就是这不是解决问题。对，这是在枝叶上解决，不是从根本。从根本就是教育，教育，我们中国人
那外国人很难，中国古时候人都相信人是教得好的啊，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这些贪官有没有？有，少，不严重啊，没有损害到这个社会啊，那就是什么？中国人注重教育，这个中国的教育是注重在精神这一方面的啊，技术这一方面是次要的。那么中国教学是直线的，是竖的，直线的，哎，是竖的啊。外国的教学是平的，是一刀切的啊，你比如一般五六十个人程度都相等，这就是平的。中国师父教学是个别教学啊，你这个这是天赋好，记忆力强，理解力强，多教你一点啊，那个稍微笨一点的人少教一点啊，他不是平，也平等的啊，每个人授课不一样，教法也不一样，教不一样，因材施教啊，对，所以这个苗啊，好的苗它能出人头地，这一刀切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它出不了人才，国际人才有，像思想这个精神这一方面的就很难了啊，这个就是教育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不一样。用您的话说，就是这个圣贤的君子就很难培养啊，不错不错，技术人才啊，这那可以，那可没有问题。那这种西方的教学法普及到全世界，技术人才都出来了，哦，都出来了，圣贤君子啊，没有了，没了，没有了啊。那么就是物质文明提升，精神文明下降，就好比一个人一样啊，半身不遂啊。人最健康的是平均发展，社会也是一样，要平均，精神跟物质文明同时提升，不相上下。这个世界有富有幸福啊，太平盛世。是不是这个不同的教育方式，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人才就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和贪污腐败有关系啊。如果注重精神教育，注重伦理道德教育，他虽然贪污，他很有限，他自己有分寸有底线，适可而止，不能再进了，造点恶就小恶啊，对对对对对对，不错，不至于祸国殃民、啊、不至于祸国殃民，他不敢。那我们看历史书，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廉吏，就是清官、啊、没错，哎，没错。师父，我们看到那些传记，现在就是真的在这个世间都找不到，找不到，不错。就是您说的症结是教育出了问题啊，没错。我这个学经教之后看到了，体会到了，一切诸佛刹土为什么那么好，原因是什么？佛菩萨天天讲经说话，这我看经典上一句话跟我很大启示，经现在说法，极乐世界，对呀、啊、把人全教好了啊。那我们如果是如法炮制的话，国家有一个电视台专门讲伦理道德，讲这个精神文明的这么一个电视台，24小时向全国播放，向全世界播放，一年社会问题全解决了，把人都教好了，那都教好了啊，教育重要啊。
师父，您老人家这个话，我们第一次是在和谐拯救危机里听到的，说了8年了。对，如果能有一个示范国，对，照做的话，不错，大众一定能够看到这1年之后啊巨大的变化。我在马来西亚，现任那个纳吉首相，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他很想把马来西亚治理好，问我有什么方法。我就告诉他，教育，只要把教育办好，把人教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教育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宗教教育。这个不能缺，宗教教育。不，宗教，因为他们是宗教国家。哦，他是回教国家。啊，所以说宗教教育是好的，他跟伦理道德因果相应。师父，您说，像佛国极乐世界，对，近现在说法，对，教学，对，您常常讲《礼记》上那句话，对，那是周朝，距离现在4000年前，对，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对，人间还是佛国，都是教育，都是教学为先，师父，这是什么道理呢？啊，这是真理，这是事实，这就是道。就是德啊，道就是自然法则，不是人为的，你顺着这个道走，绝对是健康的，绝对是最好的。你违背这个道的话，你走上邪路，你走上岔路，你达不到目的地。那就是天上人间没有敢违背的啊。对，没有用，要想幸福就得教育。对，大自然的规则在佛法里面讲是自信你的性德，就是你本来是这样的。中国人也有这个意思啊，中国人讲人性本善，就这个意思，你一定要随顺本善，你不能够偏离，偏离就出乱子，随顺就是健康的，就是美好的。师父，那这个教育就是一切要维护这个本善的人性，是吧？没错，没错，没错。这是教育的目的啊！对，对，对。啊，本善讲到极处，大乘佛法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啊，那是性德圆满的发挥。啊，慧能大师开悟了，很多人知道。他开悟是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5句话，5句话都是形容自性。啊，第一个告诉我们，自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那染污不是真心，是妄心。染污是妄心，不是真心。所以，大乘教人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你多自在啊，正大光明，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丝毫伤害的念头，当然更不可能有行为啊。第二个，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妄心是有生有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那是妄心。我念头是妄心，啊，真心是不生不灭，真心是一切具足的，具足什么？具足一切法。啊，真心是定的，不动摇的，本无动摇。它起作用，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的？从真心里生出来的，现出来的。所以佛教是无神论。
不是神造的啊，不是，是你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但是你有妄心，妄心让它产生变化，这就错了。产生变化就是从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轮回，这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大乘教学是叫你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叫做成佛，所以它是平等的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师父您老人家这个学佛已经有六十多年了，讲经说法五十六年了，全世界很多的政要对您老非常推崇，而且我们看到确实他们也经常能够到香港亲自向您老请教，他们相信您的话，大众那就更多了。依您老来看，这个佛法极其精微又非常的高深，世间这些问题是不是样样都能解决？对，样样能解决。如果有一样不能解决，那自信无量功德这一句话就不可以讲，它是自信变的，自信怎么不能解决？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怎么解决呢？心里不想就解决了。那想是妄念啊，想是妄念，制造麻烦了。对啊，自信能信一切法，是没有想才信的，有想就信不了了，就有局限的，没有想是没有局限的，真的要无量。师父老人家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从2014年开年到现在半年的时间，统计结果新闻报道官员自杀的非常多，所以现在有一个流行语叫官不聊生，不是民不聊生，老百姓看了挺高兴，你们这些当官的终于有今天了啊，你们也活不下去了，哎，感到很痛苦他们。但是我们平静下来都知道啊，这是不正常的。对啊，老百姓恨官员，官员在那儿也是惊慌恐怖。对，师父，那怎么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局面？官员呢，对，和民众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官员是民众的父母啊，父母官呐、啊，那个都亲爱呀、啊。啊，官员老百姓的疾苦是自己的疾苦，你要帮他解决，你要好好的教他了，你要爱护他了，你要帮助他了。啊，中国历史上多啊。好的官老百姓爱护啊，啊，他被调走了之后老百姓痛哭流涕啊，接送他，不忍心让他走，走离开之后见祠堂是啊，塑他的像供养他，对，你看得人心啊，二十四时很多这样，对呀、啊、那为什么不做好人呢？师父，如果这个是几千年来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话，不错，中国就是这样过来的政治文明，不错。师父，那现在是颠倒的呀，怎么恢复过来呢？教学吧，还是教学，哎，要从自己教起。所以中国为什么搞不起来？谁来叫你带头呢？领导人，领导人不敢谁肯干，领导人带头大家都干，难得碰到习主席，哦，有这么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就会带动起来了。所以我们得拥护他，帮助他。啊，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全书之要东西找到了，宝找到了，对，要有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所以我们得找些年轻人呢，用十年功夫，十年专攻一部经，《群书之要》里，《二全之要》65，哎，把它搞透。换句话，到那时候有一部活的《群书之要》，奉献给国家，啊，奉献给政府，让政府建一个。群书之要广播电台，让这些人24小时不断在上面讲，啊，每一个科有一个频道，你想听哪个按哪个频道去听，65个频道，哎，对，是啊，制药电视台能治全世界呀。所以汤恩比说，未来属于中国。啊，属于中国，说属于中国的群书之要，群书之要指导全世界走向一个和谐、安定、幸福的人生大道。啊，汤恩比在晚年把整个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那个时候虽然他看不出这个条件，但是他有信心。啊，信心从哪来的？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他从这儿来观察的。师父，这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科学证明啊！对，5000年的在这排着呢，没错，历朝历代都做这个实验啊，对，都做这个实验，对，不错。你只要不守这个规则的话，你就失败。做反面的实验啊，就失败，就失败。按照这个伦理道德，不错，不错，不错，教育不错，就成功，不错。师父啊，师父，您知道有这么一个数据，在全中国。公务员、官员这些全部加在一起，2000多万的，怎么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这么多的官员教好了？过去很难，现在要做不难，有科学高科技的工具，远程教学、电视教学、网络教学。啊，那就认真学习，一样参加考试。参加考试？当然是了。啊，就进修教育，每一天不必多，30分钟。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学习，你要听，你要做笔记。啊，或者是一个月考一次。啊，就这样督促他，他一定要看。不看的时候，你有东西不知道。啊，那天天都在学，养成一个习惯就不一样了。那就是把他的观念、价值观对，不错，不错呀、哎。这个好的工具要有会用啊！啊，工具没有好坏呀、啊，它是中立的，看你怎么利用它。啊，社会上所缺乏的东西，啊，有特别需要的东西，赶紧补充啊，用这个方法来弥补啊。电视、网络、远程教学啊，对，远程教学，所有的公务员、领导干部就不用说，对，通通要是要学习，都得学，要学习，啊，人民也学习。啊，百姓也学啊，百姓他家打开电视，他也收得到啊。百姓学习之后，就会监督官员。你官员做的不如法的人，你看，你们中央那些教导你没做到，那这好处啊。
啊，时时刻刻有人提醒他了。你学的这套人民之道，没有秘密。啊，国家这么好的政念，这么好的教学，人民拥护政府，就是中央政府树立起来一个标准。对对对，不错。全国都学习啊，对，全国都学习。道民价值观统一啊，对，统一不错啊。你假如如果说是这个民选的话，人民就晓得投票投哪一个，有标准了啊，他有标准，有方向，哎，他不会迷失方向。啊，没有教他真的不知道，那不知道什么他就厉害卖票，哎，啊，就是我投你一票多少钱，不错呀，啊，对，哎，那就错了啊，大错啊！你要晓得，他花那么多钱来买票买上了，他上去之后，他要把连本带利要捞回家去了，最后吃亏的还是人民啊。这个要让老百姓能够觉悟到啊，把这个账算明白，啊。凡是要买票的那个人，决定不能选他。哎，你可以买票，选的答应他，我选的时候我不选你。对，他铺路了。钱我拿到了，我也不会还你。啊，这个方法以后的时候，这些官员的时候不敢买票。啊，听到这话不敢。为什么买票的时候钱白丢了？人财两失。啊，人财两失。师父，您提到官和民的关系，哎，啊，天道人道，对，真理就一个，就是父母官。对，不错，不错。就是中国人讲的无常啊，仁义礼智信呐，人人都要学。是吧，啊，你有智慧有能力，替人民多做一点好事。您说真的，很多国家领导人会问呢，如果这个是天地的正道，对，真理的标准，对，那么现在看起来现在是颠倒的。颠倒的。现在是颠倒的。现在是不仁不义，啊，无礼无智无信，你信都没有了，真骗人。师父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把他们给教好了？能。这些官员现在搜刮民财，甚至咱不要说官员，医院的医生，对，学校的老师，对，没错，反正能捞的，对，不要廉耻了，对，极尽能事，没错，这人都恨透了，没错，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把他们教好喽？能。这个广东潮州谢宗就做出了一个好样子啊，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跟你讲因果，你现在老，你老的，你死了以后怎么办？不是死了就没了啊，死了就不得了啊！啊，真的阎王那个地方要算账啊！你的起心动念那个地方有档案，有档案。哎，不要说你所作所为，档案那的是你没吧？你赖不掉啊！你连一个念头都记录在了你，这个真可怕。师父，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经文呢，那是佛说的，对，或在诸思辩论业果，对，就这个人他在阴曹地府里在那对账，对，接受审判，对。那像这些不再跟我们一个这个维持空间的，对，不错，就比如说阴曹地府，不错，他们是怎么有这个档案的呢？他们的档案其实人鬼神在你身边，不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们的肩膀上就是两个神啊，一个同生，一个同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即善，女即恶，出生就跟着来了，啊，出生就跟着，同生同名啊，这两个鬼神是跟着你的，你一举一动他们上报，就跟现在电脑传递信息一样，那你就有档案，去世之后自己就能看到，啊，对，就有档案，档案在判官那里，
傅听着都，我们听着都害怕呀。对，起心动念都有记录。你真正要晓得，你就晓得多么可怕。人怎么可以做坏事？怎么可以欺侮你？师傅，有的人呢被抓进监狱了，因为贪污。对，贪官现在很多，他们都要问呢。如果我这一世贪了很多钱，啊，来世的话，我有什么恶报啊？有恶报。你伤害了多少人？啊，如果伤害里头有人命的话，那个罪就更重。啊，这个是地狱的罪业。啊，佛法讲这个报应，它是讲影响的。你做的这个恶事，影响面有多大？阳心影响时间有多长？啊，那么你在地狱要待多久？你要受什么样的刑罚？这不是假的，完全是真的。这就是您老常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死之后，人死之后的情况，不错，不错。轮回不容易出去啊，生生世世冤亲债主不晓得有多少。我们看到那个佛经上还，佛陀还讲到，偷盗的叫贪污这些，对，世世代代生生世世都是贫穷苦楚，没错没错，就是从地狱出来了啊，没错，当了个人了，没错，还是要还债，先还债，还债什么？都做畜生，做畜生，做畜生还债。给他们当牛做马啊！对，而且出生的时候，那个债要还好几代呀、啊。牛死了还是牛，狗死了还是狗，啊，要投多少次，做多少次狗，多少次牛，你才能离开，那个债还清了。啊，论工资嘛。这个牛一天干多少事情啊，这拿多少工资，你到人家多少钱，你要多少次的把它还清楚，所以真可怕。啊，谢总在那里七天的教学，最后的三天四天就入因果教育。他第一堂课是让你看姜本博士的水实验，让你相信起心动念一个善念多美好，你结晶多漂亮，一个恶念多难看，让你了解这个科学实验，原来自己起心动念是这个样子的啊！看了之后他自然就不愿意起恶念了。师傅他说的是水实验的水，实际上那就是血液呀。那没错，是血液就变成那样。对，不错，那就是癌症了。对，是，对，就先给他这个科学概念，慢慢引导他伦理道德，最后给你讲因果，起作用了。谢总跟我们也报告，他就讲，他说很多的官员就是因为看了这个，啊，没错，不贪污了，啊，不敢。不干了，他马上就收敛了。七天的时间啊，七天时间。无尽感恩中华先祖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群书治要是治世宝典，国学治要是治学宝典，师父上人慈悲教导。两部宝典不但可以复兴中华民族，还能统一全世界。宝典在前，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欢迎收看《智药宝藏》。
师父在70年代的时候，这个汤恩比博士提出来这个理想，对，能够统一全世界，没错，这很好。对，但是今天的观众就想求教您老人家，嗯，咱们举个很现实的例子，对，美国，俄罗斯，对啊，或者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对，这个能成为一家吗？能。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全书之要，所以用全书之要来建立这个基础的理念，大家看到这个书都欢喜啊，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就是我们在联合国，我这个去年参加这个联合国的活动，卫生界的活动，我就带了300多本那个英语翻译的320第一册，那就这个书，对对，那就这个书，我带了300-400本这样子啊，带到联合国分送给大使，每个国家大使代表啊，大概一个人有2-3本，希望他们转给他们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啊。和平是人类的希望，每个人都希望和平，到底要怎样和平，这是非常公正的一个和平啊，没有大小，没有高下，没有这种分别的，这样的和平人人都能接受，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都能接受啊。统合不平等，就有人不能接受啊。那么汤恩比认为这种统合的和平统合的是属于自然的，他就举汉朝的例子，唐朝的例子，他说盛世的时候，周边的一些小国都是自动归附的，没有用武力，没有强迫他，他自动来的，啊，来归顺，啊，来听从教诲，就是过去中国那些藩属国啊，对对对对对对，他自动的，不是用武力的。过去我们以为他们年年进贡啊，是被迫的，那不是的，不是自动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啊，所以中国文化这个力量非常大啊，就中国文化实际上是统合许许多多族群的话集成集大成的。师父啊，所以它里面什么都有啊，它不排斥，是啊，而且帮助你互相学习，互相提升，共存共荣，共存共荣。师父您老刚才这番话的意思呀，我想很多政治家能听出来啊，对，那个意思很深邃，很深，就是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有的国家，他想当世界的王啊，行，但是用武力是用武力不行，应该是自然的啊，自然的，不能用武力，用武力会引发核武战争，那人类走向毁灭，走向自杀啊。所以这汤恩比为什么世界要统合，就是要消除战争啊，统一就不会有内战。那按照刚才的这个说法，其实中国的古人可能也未必想当王，是周围自然的，自然，就像您老说的，没错，800里望天下，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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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哎，你做得好，你做成一个典范，大家都向你学习，它自然就有这个效果，对，不错不错不错。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家呀，在往外送礼，拉拢关系啊，对，在结盟啊，对，其实通通的都不如这个小册子，不如这个，不如这个啊，不如这个，这里头真是智慧。马哈迪在我面前呢拉开之后啊，看了欢喜啊，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你看几千年前管用，现在还管用啊，3000年之后它还管用，这叫真正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由
阶段性的。嗯，可能中世纪的知识现在用不上了。那用不上。现在的知识可能百年后用。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几千年前的智慧，这个用得上。现在还用得上。用得上。啊，它的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因果，还是这六个字啊？这个东西用得上啊！伦理，父子有亲，永远不会变。嗯，几千年前父子的这种情爱，特别是在幼年的时候，幼年小对，那你才能看得出来。那、那个是什么？什么条件这么讲的？对，你看父母对儿女的关照照顾，儿女对父母的那种恭敬那种爱，能看到啊，长大慢慢就学坏了啊。所以中国这个祖先这些人厉害呀、他看出来了，就动个念头，如何能把这个童真真假的人，童年是真的、真心的、永远保持不变。中国教育是以这个为理想，换句话说就是父母和子女那种亲呢、对，那种亲永远不变。哎哎，这就叫孝道。所以孝道是一切道的根本啊，一切道都以孝道为主轴，离开这个主轴的时候，它必定不能存在。师父，东方人中国人那都讲很好讲啊，孝孝悌忠信，不错不错。那在西方，咱们现在这都翻译成英文了，翻译成各国文字了，对，跟他们要讲不慢慢学。现在交通方便，资讯发达，那我们有孝道家庭，孝道这些这个事迹，这种播出去之后，在外国他都也能看见啊，他可以到中国农村里边访问，都市里访问，你们这个一家人兄弟姐妹父母在一起怎么生活，你来看。我们在美国住了十几年，美国人对于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佩服，为什么？三代同堂啊、他看到他们家里的时候，哎，家里有老太太，哎，父亲还有小孩，三代住在一起，他们很奇怪，羡慕啊。那他们自己的时候，年岁大了，女儿大的时候都离开了，16岁他们就不在家里，就离开了，是，就剩下老夫妻两个人，孤孤独独的。啊，离开之后，可能一生再没有见面机会，你说他多难过。啊，偶尔过逢年过节寄个明信片来，欢喜得不得了。你看我儿子还没有把我忘记了。啊，来看看中国人，看看日本人的家庭，羡慕我。这什么？这叫人心。人人都喜欢。哎，对对对啊。那日本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学的。从中国传。啊，是中国传统文化了。您老在经教当中也讲过介绍过，就日本的第一代天皇啊，对，徐福啊。所以我在日本跟日本人常常谈到的时候，我们中日是同一个族群，是同一个族群，是同一家人啊。师父，您在形容中日两国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兄弟之邦，兄弟之邦，同文同种。对呀、那他们比较，我文章写得很清楚啊。它是亚洲文明，是中国为主。是。啊，韩国、日本、越南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是。有。啊，它是这个四个国家要是合成一体，就影响全世界。茫茫苦海，芸芸众生，
因为迷而不觉，所以才苦而不乐。古往今来，众生一切的苦难，无不因为糊涂迷惑，才造业受苦。现在世人终于遇到圣缘，海内海外的观众都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向老法师提出各种疑问，以求得真正的觉悟，从此登上幸福的彼岸。无尽的感恩师父老人家，千处祈求千处应。欢迎收看人间百问，阿弥陀佛。师父在最近的经教当中，很多人呢都听到您老讲，就是有一位红林法师，对，他的身体状况，对，不大好，嗯，希望大家能够多放生，对，替这位法师能够，能够恢复健康。对对对。那么大家由此就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求教您老，就是人在生病乃至病危的时候，嗯，救急的一个方法是不是放生？对，放生是他的冤亲债主多。哦，啊，杀生杀业很重。他虽然是个出家人，未出家之前，那还有过去式。啊，总是杀业重，冤亲债主多，放生可以化解，嗯，这个问题。啊，念佛给他回向，帮助他。是，哎，他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好事，还有这个业障，你就晓得他的冤亲债主有多少。哦，原谅他就走了。还有不可原谅的，放生的功德化解这个冤亲债主，对对对对对，是很有效的，很有效。是不是下面一个问题就和这个回向有关系？嗯，化解这个冤亲债主。对，那么祈请文和回向文呢？我们专门向您老请教过，我们现在想把它读一下。嗯，请您老啊来圣裁啊，祈请文。比如说弟子某某某啊，说自己的名字，代父母师长历劫冤亲，以至诚心祈请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嗯，或者来参加法会来读经念佛，对，是否这样的祈请文，对，来听经闻法就可以了，可以，不用一个一个一个，那不用，不错，一个一个是特殊的。您所说的特殊原因，像红林法师这个特殊的，啊，这要特别给他加上啊，对对，这个特殊的。我们看到您老在讲经之后啊，都要有一个回向，不错不错。那上面一位一位都是特殊的啊？不啊，有完全的，有几个特殊的。师父，比如说。最近发生那些灾难，有遇难的人，对，对，那就算是特殊的吧。那得算特殊的，你要特别给他回向啊！但是都在一起，在一起，都在一起。最后我们给他加上啊，对，比如说八月二号，哎，没错，没错，没错，在江苏遇难的，哎，对对对，不错，不错。师父，这个回向文，我们再给您老读一下。哎，佛弟子某某。代父母师长历劫冤亲，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然后是礼佛三拜求生净土，这就可以了，这就是回向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这个不必再加一个一个名字，统统报了，全都在里头了。师父，我们过去啊，这个回向的一般都是这样讲，就是愿意我们所有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对，哪些哪些，对对对，现在这个话不说，这话说的耽误时间很长，挂一漏万啊，这样的回向全包括在里头，心量脱开了，
啊，包容一切。师父最后这两句话很重要，对，叫礼佛三拜求生净土。求生净土。那有的人可能会问呢，他这个回向的意思在哪里呢？回向是把我们所求的东西啊，我们修的福啊，都给他。啊，我们所作所为做的好事啊，利益，希望他们都能得到，大家共享，不是一个人专享。嗯，就这个意思全都在这里边。对，这两你看讲三种布施啊，财布施带着财富，法布施带着聪明智慧，是无为布施带着健康长寿，都与大众一起共享。礼佛三拜求生净土。 对， 对，这就是圆满的回向了。 圆满的回向。23年前，老法师在美国迈阿密起讲认识佛教，流传至今，已成为学佛入门的最好教材。23年过去，88岁高龄的老人家接受大众恳请，再次宣讲认识佛陀教育，为天下学佛人引路开门，指点迷津。师父老人家辛苦了，法界众生无尽的感恩老人家。欢迎收看认识佛陀教育。阿弥陀佛。师父，我们这是头一期节目，认识佛陀教育。对，大家想请教您老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佛。佛，哎，方东老跟您说的是释迦牟尼啊，有一个佛的形象。对对 对， 对。但是呢，佛在经典上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自己还是佛。没错没错。那到底释迦牟尼佛是佛还是我们是佛？都是佛啊，都是佛。那师父，到底什么是佛？佛是觉悟的人，佛是这个佛陀也是以梵文啊音译过来的。中国人习惯简单，尾音都去掉了，佛陀也只用一个佛啊，尾音不要了。嗯，啊，意思是觉悟，觉悟，觉悟。中国的意思是圣人，圣的人是明白人，觉悟也是明白人啊，所以他是人，他不是神，这一点搞清楚。所以佛教是无神论啊，也就是他是个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智慧德行达到究竟圆满成佛啊，没有达到圆满成菩萨啊，刚刚达到的少分阿罗汉。啊，所以跟学校一样，你看它分等级，就级别，啊，我们讲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它有多少个年级？52个年级。52个年级。对。啊，到52个，那就成佛了，就圆满了。啊，你看十住，啊，这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是地50个，上面等觉、妙觉，妙觉是佛啊，等觉还是菩萨。是不是这52个等级说的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嘛，从小学、中、初中、高中、大学，就这个意思啊。到最高的博士班，博士学位拿到了，那就成佛了。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而且是你自己本来有的，你应当把它拿到。
啊，所以有很多人承认是佛教不是宗教，是啊，但是中国这个宗教的意思的，这个宗教的意思的，佛教是宗教，是啊，标准的宗教，啊，真正的宗教，教育啊，所以我这个时候一出家，我就向中国佛教会建议写了一篇文章。啊，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是证明佛陀教育啊，招牌上要改写佛陀教育加两个字，中国古人喜欢简单，把两个字拿掉了，现在大家搞糊涂了，这两个字加上去他就明白了，佛陀教育啊。所以我们在台北，我最初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用佛陀教育在台湾教育部立案的，是那个距离现在应该有几十年啊，哦，三四十年了，是有四十多年了。现在这个基金会还在，基金会做了不少好事啊，完全做后勤工作，就是专门引进，哪个地方需要就往哪里送，还有人委托啊，除了这个汉文之外，还有西藏文的，还有巴黎文的，小乘的。感恩师父。人间吉凶祸福，世间疑难杂症，何去何从？尊敬的师父老人家，应大众恳请，每月慈悲开示，一一解答，使天下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人间重回风调雨顺，盛世太平。本期的阿弥陀佛在人间已经结束，让我们共同以至诚感恩的心，祈愿师父老人家法体安泰，六时吉祥，永驻世间。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喜心一行，国益秋聚，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孤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